您现在所看的节目是台湾钓鱼乐2023钓鱼趣，要按赞加订阅，感谢您。钓鱼日常，钓鱼找个安全有鱼的钓场，钓场不用多，就是这里有鱼钓，请大家慢慢欣赏钓鱼的乐趣。本节目由欧朗牌没关系企业赞助提供，欧朗牌鱼提供今日片尾有 DIY 教学，感谢大家。鱼皮钩钓法，安娜哦。哎，变了。壮饵料，南极虾准备投竿。要选手，要选手来啊！你要选手来了啦，你等这个没夹白的位置，你等你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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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等定点钓，无自重浮标，浮在水面上，互漂移。行沙啦，行爱拖啦，我爱在遐当伊大只，大只啊，四斤外啦，我爱钓袂，会啦，袂钓，好棒，好啦，谢谢啦，收啦，爱收啦，哦，哇，这边大尾，爱收啦，中午。我有搞迄落啦，伊哩迄迄啥物货啦？来，倒更倒更倒更，奥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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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呵呵，得一分，呵呵呵，要选手得一分，假我还是得一分，五号选手五号得一分。一分就分而已，紅色沒有啦，紅色走去到底是吃什麼，再問一下，再問一下看吃什麼，放大位，你不生氣，你不怕生氣，你看你什麼事啊，我好你看
再造一个。我挂鱼啦，真好听。我挂鱼啦。我当你没在过来，我当你没在过来。讲你没在过来。我的阿姨已经摆落去啊，你摆出去了。我写个偶尔来啊，你写未来。我啥事情不好，啥不行，那太重要，太重要。放下了。一号选手又得分了，一号选手来，一号选手，给你，一号选手。一号选手又得分了。
插播鱼皮钩制作概略，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招钓鱼方法，有鱼必中。本人一直以来就是这样钓鱼。底部铅重量 2.0， 再来自制鱼皮八连钩，诱饵笼，自制无重浮标，钓竿5号，远头竿18尺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待续下一集台湾钓鱼乐。